一代男神丹尼尔·克雷格最后一次饰演007邦德电影，下一任邦德或是影史上第一位女性邦德。007 No Time to Die 将于2020年4月10号上映。著名英国特务电影《007》电影系列的第25部《No Time to Die》于前日率先公开前导预告，并揭晓本周即将迎来首播预告的好消息。无意外的话，本集将是 Daniel Craig 最后一次饰演 James Bond， 因此让这部电影颇具告别意义。而早前也曾传出 Captain Marvel 的女星 Lashana Lynch 将接班成为第一位女性007探员。今日官方迎来各大角色电影海报，其中包括 Daniel Craig、 Lashana Lynch、 奥斯卡影帝 Rami Malek、 Lea Seydoux、 Ben Whishaw 与 Ana de Armas 等人出演的角色，而 Rami Malek 饰演的 Safin 将是本集的主要反派。顺带一提，上一集 Christopher Waltz 出演的反派也将如期回归，继续对抗 James Bond。